重要的提要。一次地监管就是先了解心，免了破妄。再来呢，兼顾咱的心。最后，心性。正一体的平等性，所以先了解心，再来呢，转咱的心了吼，伫坚固性，坚固性了吼，用心性一体的平等性。这样，这根啊，深根啊，所以祖师的论内底有讲到讲，了解心，成功。失性哦，会病。了解心会当悟，但是要注意吼，坚固性。啊，这坚固性安怎来？一直练练出来。拄啊，迄个四论是习进来，对不对？同款，这款的坚固性嘛是一直习进来。所以有两个是习进来的，上面这个习进来的。悲怨色受，依然是习进来。哎，迄经过上车咱来，我那是一直在听，哦，出来。所以那伫顶关这，你著离涅槃越来越远，那是这离越涅槃就越来越近。所以吼，你家己吼爱要。善分别，这差别对。所以我也是劝大家吼，你要多接触，多习经，无迄世间的思路听伤济，迄是一个苦。你要常常生活化。至于。能不能换得下也有次第，小技能哎，因为无爱小吸招啊，来吸的智慧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考虑什么出家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出了家之后，要注意你不能再念念相续哦，我那邪必遮恶业道，所以。才要突破吼，出家，才要突破吼，要注意吼，不能动念头。所以一个是身口业，一个是意业。你讲啊，无出家无多修，有啊，啊看你用什么方法，看你会晓用的，不是无法度，但是吼，你这个部分要注意，因为这个部分你常常在习进吼。虽然呢，你一直在听，但是要只要一直习进，就一直熏，一直熏。所以迄叫啥？有漏。你只在听，未颠倒，但是地家无懂，熏，做个熏，做个熏。所以佛陀伊那安尼问讲，你若卖去看到，啊，你就没有一连串这物件出来，啊，你就是常常看到。啊，不怪这一连串的这物件拢造出来，同款啊！你甲你的共业吼，常常规规白白做伙，那是不是念念相续啊？会袂啊？会嘛？
所以有当时啊，咱爱想着讲，啊，要咱伫这个环境内底先跳出来才拍算。哦，不是讲咧跳出来叫无情，是因为跳出来了，你才有法度进入这个工作。无你无伫这个我干我所先跳出来，你无法度进入这个工作，力量出不来嘛。所以你们知道你们的责任多重大吗？无福德那样的嘛，你如果不成见色，你会想见，会起色欲，会起爱起念吗？或者是会起染着吗？好，相信我下个月把黑板的安尼，你明年放我吧。我明个两日解啦，因为时间也无吼。你们有没有悟到什么？你有啥物感觉？老师给他好笑。不过大部分都无法度安尼啊变啊。所以我一开始我上课以前，我一开始我就讲，